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我的频道。今天继续实践 Costco 的好物开箱。新年期间 Costco 上新了很多中式点心，真的是太惊喜了，忍不住的买买买，一起来看看吧。凤梨酥相传最早起源于三国时期，其凤梨闽南话发音又称旺来，象征子孙旺旺来的意思，而凤梨亦是台湾地区祭拜常用的贡品，取其旺旺旺来之意，所以在台湾婚礼习俗中也是广为应用，深受民众喜爱。 Costco 上新的台湾制造的凤梨酥18.88元每盒，一盒16个，除了有点小贵没毛病。荔枝酥也是一样的，台湾制造，12.88元每盒，一盒12个，独立包装，口味香甜可口，酥软浓郁，相比凤梨酥实惠很多。两者价格上如此大的差异，大概率是因为不同等级的包装。真奶黑糖大福有点像干的汤圆，只是 Q 的程度更胜一筹。台湾可说是真奶的家乡，台湾人爱喝真奶的程度也可见一斑，只是你万万没想到他们居然把脑筋动到大福的身上来了。这个真奶麻薯的皮超级软 Q， 里面包覆着的是满满的奶茶香豆沙馅儿，三层交叠的滋味神还原了珍珠奶茶的味道，是所有真奶粉的挚爱。12.88元每袋，好吃的停不下来。有机蘑菇，它降血脂降血压，抗癌抗氧化，是血管的清道夫，味道异常鲜美，做法很多，可以炒煮煎炸怎么都行，做主菜配菜都完美。今天和羊腿肉豆腐一起炖汤，口感鲜嫩香，鱼香回味无穷，9.99元每盒，推荐大家一定尝一尝。有机海苔其实蛮适合做零食的，热量低，饱腹感强，特别是这款，感觉每片都抹了一层油，大概是因为抹了油加海盐，口感非常棒，而且又很酥脆，不像有些海苔吃着会很干涩。一大包里面有10小包，给娃带饭也非常适合，14.99元每袋，吃着吃着一包就没了，根本停不下来。龙虾尾分两种，一种是东海岸龙虾尾，个头小，以黑色为主，略有小点点的斑，简单的蒸就可以，怎么都行。另一种个头较大，黄色横花纹特别多，点也很大，特别是尾巴下端色彩斑斓，适合葱姜爆炒或者做成龙虾丸。放尿去头这些步骤通通都省略了，一顿龙虾大餐只用半个小时就能搞定。龙虾肉鲜香弹牙，口腔不自觉地分泌口水，世间少有的美味。一盒60元左右，每盒6只，一锅煮了恰好。今天阳光明媚，心情非常好，网购的妈咪 Silk 真丝眼罩到货了，这是我家孩子特别喜欢的一款产品，它采用奢华的桑蚕丝制成，极其柔软舒适，戴在眼上轻若无物，配有柔软温和的松紧带，适合所有头型。另外两个是真丝发带，用来固定和装饰头发，还有真丝枕套，这些真丝制品不管是自己用还是送朋友都很棒，喜欢的朋友可到妈咪 Silk 的官方网站购买，我会把眼罩、发带、枕套的购买链接放在说明里。牛油果每周必买，又大又鲜甜，直接吃，做寿司、做果酱，怎么做都好吃。这两年一路见证了 Costco 的牛油果从6.99元涨到14.99元，一直以来大家都在感慨物价飞涨，直到亲眼目睹了牛油果的价格飞升，真的是且买且珍惜。
柿子一定要试一试，刚买回来硬脆甜，超级好吃，带皮吃不用削皮，在家里放一放，微软一点就更好吃。因为季节的关系经常断货，看到了必买。油桃，水蜜桃的口感非常甜软，水分充足，买的时候从好几盒里面挑了一盒硬一点的，没几天就软了，成熟度非常快，放软了水分蛮多的，也会更甜。好了，今天的 Costco 好物开箱就分享到这里，里面有好几款都是特价商品，每周一下午一点钟准时收看图片快报的朋友是不是都买到了？谢谢您的收看，咱们下期视频再见。